您有多久没有享受入住饭店的轻松惬意了呢？在住房专案的一个询问度，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明显的成长。业者坦言，终于有喘息机会，而且紧接消息才刚曝光，就有民众打电话询问，而不只是台北的星级饭店。宜兰礁溪温泉饭店业者也推出优惠住房方案，包括早餐、mini bar， 三天两夜不用8000元就能享受轻旅行。业者表示，这套方案预计可以带动1到2成的业绩成长。全台饭店不约而同推出买一碗送一碗的优惠，包括三峡、大阪跟森林温泉酒店入住双人房，每人2000有找。另外，位在新北的新版希尔顿酒店双人房优惠3900元起，高雄中央公园英迪格酒店入住最低只要2045元。三级警戒闷了好久。业者寄出优惠抢客，民众则抓紧机会，好好享受难得的小确幸。